11月22日晚，歌手吉克隽逸通过微博晒和马苏、郭碧婷、万万等友人一起聚餐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彝族新年到了，有一帮可人儿一起度过。”马苏随即转发写道：“弟弟妹妹都在了，姐姐很开心。”照片中，吉克隽逸紧挨马苏，两个人比着可爱的剪刀手。李小璐戴着棒球帽，手撑着下巴，乖乖你的模样。郭碧婷披着乌黑的长发，对着镜头甜笑。另外还有红花会成员 PG One， 一众人刷火锅享美食，气氛非常嗨。这世界很酷。